欢迎收睇无线七点半一小时新闻，我系彭建华，今晚嘅主要新闻有。政府積極研究放寬入境隔離檢疫，有檢測承辦商話有能力將機場檢測量提升，有信心兩個鐘之內會有結果。新增確診維持5000多宗，多7個患者離世，確診2歲嘅男仔仍然危殆。再有私家診所涉嫌簽發虛假疫苗接種豁免證明書，醫生同3個職員被捕。详细内容，政府正系积极考虑放宽入境检疫措施。有检测承办商话，机场有能力将核酸检测量提升至到20000计，以应对增加嘅旅客。有医生就认为，可以视乎情况放宽入境确诊者喺屋企或者酒店隔离。